周深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新春佳节之际，关晓彤正好在深圳拍摄，于是只能和工作人员一起就地过年了。虽然是在外地过年，但是关晓彤还是非常注重仪式感的，于是打算买一些装饰品庆贺新年。关晓彤看中了一款灯笼，打算买一对，于是找老板询问价格，老板说38元，关晓彤头都没抬就砍价40吧。直到工作人员提醒，关晓彤才反应过来，这下子关晓彤尴尬了，一边笑得停不下来，一边为自己开脱，就是傻呗。其实这也是关晓彤一直很讨喜的原因，看起来青春靓丽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北京傻妞，个性更是非常爽朗大气。易烊千玺这演技真服了。电影《奇迹笨小孩》里有一幕，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急匆匆过来接妹妹放学，当时景浩感觉妹妹可能会生气，因为她来晚了，但妹妹却说没事。景浩说知道了，就这短短两句对白，真的感动得眼泪哗哗掉。不得不感慨，易烊千玺把哥哥的隐忍演绎得太到位了，尤其易烊千玺脸上那种强忍着痛的样子，一下子就抓住观众的心。同样这一段哈林演得也很好，小女孩对哥哥的担心和懂事两个层次都出来了。总之一句话，这部电影易烊千玺和哈林这对兄妹真的靠演技撑起来了。